點解我會中意呢度嘅火鍋呢？因為呢度嘅火鍋係有兩種唔同嘅鍋嘅。第一種就係叫鴛鴦鍋，比較普通啲，大家可以一起食。不過我好中意佢呢個嘅 mini 鍋。mini 鍋係一個人食嘅。呢個 mini 鍋第一佢比較衞生啲，第二你中意飲咩湯都可以。呢度有十幾種湯底，全部都冇味精嘅，啱曬我。我本身就比較喜歡這個 kimchi 的湯底。在很多地方我 try 过 kimchi 的汤底都没有这么地道，因为他的老板娘是朝鲜族人，所以他汤底很正宗，所以很好喝。你们其实很有福气，你们所喝的汤底都是一位中医的博士来调制的，所以是很健康，滋补养颜。所以我觉得他的汤底每一个汤底都很有特色。This tony soup is good for elderly and children. Because the broth is steamed for many hours, and all the vitamins and collagen from the chicken bones are all inside. So when you drink, you totally have all the nutrients at one shot. And besides that, you know you can see so many all the quality meat and vegetable here. So having all that and put into this soup, you can.So you have all these ones, and you put into this soup, you have all the best of the nutrients. Yes. Good. What you take, my? What put inside my? 好，谢谢。每一次嚟，我都饮呢个虫草乌鸡汤。点解咧？因为虫草乌鸡汤，佢嘅乌鸡哦，同普通嘅肉鸡系唔同。因为肉鸡佢比较肥啲，但系乌鸡佢嘅铁质好高，同埋蛋白质亦都好高，但系佢嘅 fat 好低。好適合我哋呢啲好怕肥嘅女仔飲，咁同埋好適合新加坡嘅天氣，因為新加坡嘅天氣係屬於熱帶嘛，所以你飲普通嘅雞湯哦，佢會帶熱嘅，但係飲烏雞湯就絕對唔會，因為佢係比較清甜，同埋佢可以滋補養顏，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哇！你好渴啦，咁得飲，嚟這一次哦。每次我都很开心，因为很丰富。你们现在吃火锅呢，我没有忘记帮你们叫你们最喜欢的。小笼包、葱油饼同埋炸香蕉、pumpkin cake。仲有你嘅最爱。哎呀，忘记了南瓜粽。可不可以拿你的那个 pumpkin cake 啊？你每次放到这样远，你是自己一个吃啊？因为我好似葱油饼呢啲配佢嘅南瓜粥喎，真系绝配。最尾你再食下呢個，啱啱好。Pumpkin cake。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係嗎？謝你們有醉嗎？唔會啊 ，OK 啊。再來一 round game 哦，關注，我們來玩多一 round 啊。OK 啊。慢。關主成日都偏心佢嘅。我哋成日都輸嘅，嚇。Not bad。火滾啊！开朗极落，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用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